一场疫情改变所有人的生活，更加深培幼文教机构求新求变的决心。走过半世纪的培幼正尝试突破传统幼儿园的教学模式与经营理念，让老师们能多元的发展，更能与孩子们一起成长。随风奔跑，只要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随风奔跑只有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想干嘛？拍照，耶耶耶耶！说想干嘛？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这一句也要吗？走音走。